是你，你电话打不通，手机忘充值了，进来说吧。 就在这说吧。雨薇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是下一季度的抚养费该给我了。 为什么？我最近忙着找房子，交押金，身上没有多余的钱了。雨薇要上幼儿园，吃的喝的玩的，这都需要钱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不想给，你再给我两天时间。这是你做父亲应尽的义务。过两天我找到工作了，我就把钱给你打过来。你已经拖了一个星期了。 小林说：“你电话打不通，很担心你。”啊，前两天不知道谁把我电话号码泄露出去，老有键盘侠打电话骂我，我就关机了。你要不要报警啊？不用，这两天消停了，麦康都开机了嘛。那就好。这两天你还好吗？ 生活费，他已经欠了一个多月了，我去找他了，他跟我说没有，他现在没工作，又要租房子住，可能真没有。唉，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没有还是假没有。 但如果我当时我有你的底气的话，我一定会跟他说，你的钱我一分都不要。但是我说不出口。芝芝，你要多少？5000够吗？思雨姐，那钱我不能要，我那还有积蓄呢。芝芝，这事儿我有责任。 你让我尽点心吧，思雨姐，刘洋的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你现在是怎么打算？等他稳定了。 就去办手续。你之前不是已经准备给他个台阶了吗？怎么突然变这么坚决啊？我那天去找他，我发现他已经跟魏雅云住在一起了。那他们现在还在一起吗？不知道。
我也不想知道。 你怎么样？暂时休息吧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啊？方总说了，等这个风波彻底平息，就让我回去。我听到一个说法。关于什么？方总想请袁慧中回来。 回一下热播，当总监。喂，妈妈，今天开不开心啊？开心，开心啊！今天学什么了？刘先生，你好。您的简历我们都已经看过了，您对入职还有什么新的要求没有？ 我只要求能尽快入职。嗯，那就下周一来报到。谢谢，谢谢。一鸣，谢谢啊，这份工作我得到了。